一个郡好像比我大，郡好像错了，没有，这不是军阳啊，不是，我哪你写呀、啊？军阳，不是这个郡吗？这是个字吗？这是个字，这是个字，这是个字啊，这是个字啊，我是这是个字吗？就是这么写的哈、啊，一个军，一个大耳。不是他写的，就他这个鲁跟这个郡，我都觉得跟我脑海里的字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很好，很有特色。鲁郡侯，郡侯。侯是不是要那一束啊？要不要那一束？不要。哪一束？就是两个之间的那个。哎，我操！有了那一束，那个字读后。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人。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鲁郡侯之后，织女之后。哇，你这个哦，这个字可以，就这样，不要擦，千万不要擦，不行，这个字太好看了，太有特色了。哇，你居然非常对齐，我发现，完了，现在不对齐了。你这是个啥？直头纹，你现在不对齐了。啊、哦，不用对齐，对，鲁郡侯之女。我现在妈的蹲在地上都特别有感觉。你不要描你那个字，作为皇帝你不能描。那块我写我你这一说把女写成个帐，我操。织女，王氏，你就写名字吧。你太难写了。对啊，刚刚就说过了。你妈的，赵怎么写？这么写。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，然后下面是这个，我也。你也不会写。我都忘了，织女王氏为后好吗？行啊。妈，我说啥是啥，你他妈当皇帝，我当皇帝。没点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哪来的点？行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打赦天下，什么之类的。可以啊。然后什么？然后怎么说？就大赦天下。普天同庆，不是我。密朝年号为有趣，迁都绿带城，立鲁郡侯之女王氏为后。可以，怎样？可以。或你再加个大赦天下。这个地方。今大赦天下。就今大赦天下。你这、啊、刚好。不是，但是我觉得就很板。我觉得这边要写点什么呢？你刻个，你画个你的章。大赦天下吧。你这大赦天下就不太，就有点不符合这个文。都不符合是吧？对。那你要你就这样就行，就刻个章。你再这么画个章。怎么画？我操！画章，我操！章是吧？嗯。那个需要画那个圈吗？你画个圈，我觉得在这块比较合适。
就圈还是方形？方形。挺好，挺好。对，你就用那个秒两个，然后一格里面你写一个，然后就是你的号。这是啥？这是啥呀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等号啊 ，emoji 啊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哦，没有感觉。不是，我想把我那个 emoji 给画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哪个 emoji？ 哦，两个，对不起。你这个章也太好盗版了，你不能。你这个描个边，嗯，啊，就这样，怎么样？这个可以。你不说真的不知道最后那个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我妈的展了。